不谈，不谈，嗯。看来还是看少，给玛丽级的拉爆了。真正的英雄以君王的武器。哎，可怜的剑魔，还跑去打一级团，已经结束了。 马力比扭力一般是提升那个，一般你扭力上去了，马力也会上去。哎，哥们，让一让。一般它是同步提升，它不可能马力上去扭力不上的。一般是扭力上去，马力也上。一般刷程序刷扭力，它都有刷的。而且你要跟变速箱啊那些东西匹配才行。 狗脑，<笑>公式，狗脑，<笑>这就是诺手狗啊！这就是诺手狗啊！ 有没有玩过这样的英雄啊？他们心跳加快了。这邪不虚弱的世界将由我拯救。 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玩这个英雄？他就是实在呀，实在两个字你懂吗？啊，知道什么是实在吗？哎，他就是实在呀，三火打诺手容错率真的太低了。我的狼群渴望皇室的鲜血。我的狼群。狼群的战斗。 直接狗脑心，直接搞狗脑进食，太实在了，只能说，他妈他这诺手除了 Q 会空，其他技能全是锁头，妈血怒出来，我操，狗脑追的 A， 你顶得住啊？这英雄是确定你跟他站着 A， 你是一定会亏的，所以你跟诺手打不能站着 A， 你必须要拉扯。 出布甲鞋直接无解，确实。 他连刀都补不了，现在。
把老骸骨破了，他就很难玩。我失误了，刚才我应该直接 P 的。 我刚刚应该是 A W Q 起手，再 A 再 R， 他就死了，有点小失误，不过还好，主要是让他亏，亏是关键，不够细，嗯，主播这波不够细，没卡好防御塔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可以不用死了，其实。我的力量必将彰显。 我的力量必将彰显，他的闪现是8分31，还差2分钟，8分31，买了个输出了。每个国王都有寿限，其中的血尤其短命。<笑> 把狮子扼杀在他们的摇篮里，瞎子在上路，我们都是群狼。 幽默也能杀呀，知道玩谁了吗？嗯，别整笑了，<笑>这么幽默都能杀呀！看来是建模玩多了，我对我的 Q 太自信，还行， 26刀，他还是臭了，臭得很彻底。 他下波有闪，他刚刚没闪，我刚刚想 Q 闪 W 的 ，Q 闪 W 直接一个进10加这个的移速直接拉走，不是跟吗？这技能就 Q 技能会空，是的，真诚消臭，又是回推线，难受的。 有点强。嗯，你这还你再 Q 一次你就死，我跟你说。 抓住心中的野兽，不要走开。
我的车没了，我是不是玩上单是专门没车的？众神与诸王，没事，慢慢打。这剑魔他妈难受的要死，这是剑魔最难受的一种线。 还没往前，我还想预判他的 QE。刘德华已经超神了，哎呀！律法只让人们变得胆怯又脆弱，全是压力。 玩！哇，这英雄确实好玩啊！要不以后加入每天这必玩的英雄吧，太有操作了，我操！要不加入每日必玩好了，加入我们的英雄榜单了 ，fuck 蚂蚱！这瞎子的闪现有点幽默，他想把我踢进去的。 这每日必玩，一句粉碎吧！哎，这诺手不需要考虑什么操作，这建模玩家需要考虑啊，不对，这建模不需要考虑太多，而我们诺手需要考虑的就比较多。想听 BGM， 别急啊，还没到打团。 这狗脑子要堆移术就行了，得不出三项出这个比较好，有群体移术，因为跑得会比较快一点。见面就半血。 操作你！建模没大，给他整个阴的。我平时玩建模就喜欢在这里阴人啊！我今天玩诺手也在这阴人，但是诺手阴死人的概率比建模高多了，他会以为我走了。一Q必中，我还想一Q 必中。 哎呀，点了一下地板，那 EQ 没必中，哎呀，想让他跪一下的，这太容易阴死了。看来并不能跪一下，但是我这样杀好像有坏处啊。我等一下给他他妈杀了，不想玩剑魔怎么办？无能王权的又一个象征。这英雄确实。
我刚刚想Q闪W，我应该买血手，我感觉买这个板甲好像太保守了一点，投了。我每次玩诺手，杀着杀着对面就投了，哎呦，服了呀！还是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，没办法。